众生做大真明功德主。
大悲大愿大神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尽全上告离天宫神通遍地一如是我闻以是佛在道立天为母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齐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我作恶世间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要发各前世者闻讯世尊世世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若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有诸种种微妙之音所谓叹波罗蜜是波罗蜜赞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赞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出入世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弥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及到道立天宫所谓是天王天道立天虚炎魔天都率陀天化乐天大化自在天梵中天梵福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金天无量金天遍尽天福生天福爱天光果天无相天无梵天无热天善现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受罗天乃至飞翔飞飞翔出天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中悉来即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庙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湿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即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耳目鬼王胆胁鬼王胆惊奇鬼王胆胎乱鬼王心病鬼王舌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金鬼王如是等鬼鬼王皆来即会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之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
是今来即回到大利天者，如是说佛文殊师利白佛云：世尊，若以我身离千劫色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有不尽数此劫是地藏菩萨救援劫来，以度当度，为度以成就当成就，为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就修善根证无碍之闻佛所言，即当心说效果声闻天龙八部，其未来是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真实之语，彼怀疑惑舍是定所为灭性般为愿。世尊，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恨离何缘，而能成就不思议是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从林到马，诸为善事为成，以我一说作一合合，一恒合沙，一沙一劫，一劫之内，一成一劫，一劫之内，所记成书经中未解，地藏菩萨真实地国为以来千倍多于上于何广地藏菩萨在声闻彼之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为甚是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财华阁楼，所起心想，世人当得快翻身于三世三界，永不堕二道。闻说是。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救援，不可说不可说皆现身为大丈者子，时时有佛号曰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十丈者子，见佛相好，见佛庄严，因闻彼佛作何恒愿，而得此相。时时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高丈者子，欲证此身，当须求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闻说是利十丈者子，因发愿言：我今今未来即不可计劫，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精灵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与彼佛现离十大愿，于今百千万亿大有大不可说皆尚未菩萨，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时有佛号曰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想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诸佛身后众所亲近，心诸作我诸天为护，其母心邪常行三宝，时时圣女广设方便，全有其母灵身正见，而此女母为全身心不救命中魂身，躲在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自摸在世，不幸因果即当随业，必生而去，虽卖家债，果
光求相化及诸工具，以现佛大慈大心供养坚决化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世中塑化为容端严必备是佛罗门女站立尊荣悲身敬仰四字念也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摩斯欧当来问佛彼之处所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呼问空中神曰其者神女无知悲哀我今世如魔之躯处婆罗门女而长相